本市售含量更高，是5500mg 的，咕噜咕噜，碰回碰回，很像那个 chipmunks 就是这边塞东西在里面的感觉。如果你怕有腥味的话，他们家没有这个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牌子叫富杰？他们家竟然出了胶原蛋白低分子胶原生态，就是这个，它是用日本金石姜，然后呢没有添加色素，通过塑化剂的检验，安全第一，没有防腐剂，无脂肪，无腥味，鱼萃取的弹性蛋白，天然的软壳膜，还有维他命 C。 再来是呢，它是低分子，非常的好吸收，冷水可溶，可以放饮料，放气泡水都可以，不会影响你原本饮品的味道。如果你怕有腥味的话，他们家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它是高含量的胶原生态，里面的东西要够充足，营养补充进去才会有感觉。它比市售含量更高，是5500mg 的，所以呢，它是像这样子单包，很好携带，然后孕妈咪啊、哺乳妈咪啊都可以食用。它也有教你怎么样吃，它会告诉你说每天一包，运动后或是早餐、晚餐加入水、牛奶、豆奶的饮料饮用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每天一包，它这边还有很贴心的画了图，然后告诉你说怎么样用，然后它是完整的三重蛋白，所以它会有这种，你知道，咕噜咕噜，碰回碰回的感觉，很像那个 chipmunks 就是这边塞东西在里面的感觉。胶原蛋白有什么效果？也比较好吃，手肘这边比较不脱皮，整个状态摸起来感觉特别的好，那就是表示它在帮你的身体做一个升级，由里到外，就是外面洗干净，里面也要变美丽。然后一盒里面有30包，再送生态3包，大家赶快去买吧。